所长。这两根儿一定要交到他家里人手中，安抚好。如果上面问起来，知道怎么说吗？明白。这一根儿赶快送到洛阳去，告诉我老婆，多给孩子买两件新衣服。知道了。他不就是一个小地痞流氓吗？怎么下得了这么黑的手？您是不知道，这小子欠了一屁股的赌债，他还不上，老婆又跟别人跑了。我估摸着这次是下了狠心，想抢一笔大的，然后逃到外地去呢。那他人呢？就这样还想着逃命呢，打伤了两名狱警，被我手下人当场击毙了。哦，好。赶快找人把这消息传出去，说呀，凶犯已经找到了，让客商们安心等待，药交会很快就开始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说呀！广州来的郝老板被杀了。抓到了吗？我都抓到了吗？不好了！不好了，连长，怎么了？日本人开战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上午，估计这会儿已经打到北平了。陆毅，骗子！你不守信用，你答应我不杀人的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眼光放长远点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北平被我们占了，南京还会远吗？做好这件事，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。别说一个百泉镇，就是整个平原省都会掌握在你的手里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们到底要蝎子干什么？真想知道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百泉的蝎子的药性虽强，但毒性也最强，正是军部所要的。蝎毒里边有神经毒素，如果能成功的把它加入到军部所研制的新型武器里面，那威力可想而知。卑鄙，真卑鄙！这事儿我不能帮你，我不能帮着你杀中国人。我劝你们也赶紧离开，好自为之吧。你儿子在洛阳读私塾吧？
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你替我们做事，我们帮你照顾家人。你不能这样做，我答应过你们的事儿，我能做到。你别动我的儿子，他还小。我们是朋友，朋友。